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可以自己制造。然后呢，自己制造真的会比较方便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便宜很多，方便很多，然后原料对你自己也是可以看得到。我立刻看，哇塞，超方便的呢，很快哦。对，好，你看哦，品杰有说这个我有，真的很不错用，真的是不是很赞？好，按下第一段呢，就会闪绿色的灯。好，闪绿色的灯，不断的有泡泡 ，OK 吗？所以呢，它现在就是在做电解的一个作用，有的灯，然后绿色的光不见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哎，绿色光不见就代表它已经停止作用。5000多，然后剩下4哦。刚刚那只是地板，好，把手就是我们的电动门的把手，然后呢，水龙头或者是我们的砧板，没有破铅的，生菌数没有破铅的，然后用了抗菌液之后，测出来都只剩下1。它还有附一个瓶子，它还有附一个瓶子，这个是一个大罐的瓶子，所以如果你会担心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直接倒进去，它就变成是一个不透光的一个瓶子，储存瓶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出去，或者是你可以放在玄关，当成是居家瓶也可以。对，或者是我到时候也会有一个100ml的瓶子给你们，那你们也可以就直接放100ml，就是随身瓶出去这样子，那就是直接现做现用。